那羊队有一个都大鼻涕都冒泡了，有两个人。狼队马上要追平了啊！狼队马上要追平了，漂亮啊！恐龙抗啊，使用了能力药丸。会员切山使出了红太狼，大锤升级了飞行器啊！狼队明显占优势，羊队不甘示弱，齐声大哥也使用了能力药丸，结果局势好像并没有发生逆转。我去，齐声大哥啊，一个大魔法镜啊！恐龙抗啊，来了一个魔法镜啊！羊队又占领上风了。狼队恐龙抗啊，魔法镜，我去，小袋袋啊，也使用了齐声啊，连续使用技能啊，那双方势均力敌，关键时刻羊咩咩使用了大技能啊，我的天哪，又来个能量电池 ATRT 大哥，火焰天山喷射器升级了，结果零秒了，羊队赢了，恭喜羊队。